这是卖的羊肉，这是银的。啊，我们到了扎什伦布寺，这个三号行进了，还要往前走。精灵一排一排，呵呵呵。那些人，你看，山上那些精灵。哇，山上前的时候啊，看着整个山是惊人啊！哇，这个沿路也都是惊人，一排排，两边都是。对啊，不是我们可以从那里下去。对啊，我们还没进去呢，就是外围的走那么长时间。戴口罩，就分分钟都吸在鼻子里面。哇，好长的。人不是，人家上去上面才要票的。五爱景区，啊，这里呀，这边。我们现在可以进去参观吗？已经下班了，已经下班了，我们走一下。到外边啊。到了。喂喂，不能进。哦，不能进了。不能进。哦，那什么时候可以进啊？明天早上呀。十点呢？下午。明天联系。哦，明天才行。好好好。哇，明天是要早上，现在已经不让进了。这里看就很大了，这个寺庙。这要几个小时才能看完？几个小时才能看完？一个小时看完，三个小时。但很多它都不开的。不开放也看不到。哎，这是全是朝圣的。很虔诚的朝圣者。这都没东西垫的，有些那个手链还有一个垫的。铜像，绿松石，藏传唐卡，要不去看一下？算了，藏红花，雪红花。
各种藏餐，各种饮料。哇，这哈佛那么大。这个就大了。喜格之风景街，就这么一个。我们现在逛一下后藏的超市。有没有那种肉类啊？不一定有。这里物质也挺丰富的哦，没什么太大区别。水、农夫山泉、手撕藏牛肉。甜茶。看看特产那些，这都是跟内地的差不多，有特新鲜去皮核桃，就去了的，哦，就是去了这个没去，嗯。哇哦！水果还是比内地要贵一点啊，有些是要贵一点，葡萄要贵啊，38。Follow me, 那个 Follow me。这个卖相，这叫什么特价的？李子这个贵了，800多。这个猪肉是今天的是吧？嗯。哦，今天多少钱一斤啊？这种。20。哎呦，26.8，哎，可以啊，不是很贵。26.8，就今天杀的。对，等一下我们可以买一点。好。